近期的南海局势紧绷，共军接连在四大海域军演，引发美军与周围国家高度关注。根据 Twitter Aircraft Spots 追踪，七日日本日向级直升机母舰日向号也现身南海，而在八日则有美军的临时南海任务 N-488CR 的 CL-604 侦察机擦肩过台湾华东。白俄罗斯反对派女性领袖克列斯尼可娃和两名同事在首都明斯克市遭不明人士绑架，下落不明。有俄媒报道，她八日凌晨被送到乌克兰边境，但当场撕毁护照，拒绝驱逐出境，目前遭边境官拘留。包括英国外相拉布以及德国外长马斯的多个国家，都要求白俄罗斯的独裁政府给出交代。从今年五月开始，美国当局对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在美研究人员进行盘查，目前已有多人被捕。美方行为触发和中共军方学者之间的猫鼠战术。美国检方表示，涉案的中方人员采取搭机逃跑、销毁证据、藏匿中领馆等方式，企图躲避美国追捕。NHK 报道，日本八日起与马来西亚、柬埔寨、辽国、缅甸及台湾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相互放宽入境限制措施，相互允许长期居留人士入境。另外，日本与中国大陆、南韩以及澳洲等也在磋商，希望早日放宽入境限制。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